你到底是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，要让你安尼来伤害伊？我跟燕君是清清白白，我一定要跟你讲到身败名裂，送你去吃免钱饭。别搞，赶紧搞啊！这件代志无完全是责任问题，我无责任。我有心啊，我有你的囡仔。三立台湾台金家保险部罗琳雅做生意，这个囡仔是安怎？你敢真正要跟大号医生的囡仔，老赖欺骗燕君？